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佳佳。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凤仪。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亚国际美人城的直播间。那今天呢，大家看场景就非常的熟悉，对不对？那今天呢，是来自英国的奢宠香氛世家品牌，大家猜一下是哪个？你快点说，大家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你都已经前面不要卖关子是吗？对，你前面已经说的这么明显了。对，这是我们的祖马龙的专场直播之夜，哇！哇，今天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布景啊，是的，就是虽然大家都知道春节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今天依旧是这样热情洋溢的红色，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也都是可以每天过得红红火火。对，当然了，这个红色呢，除了延续我们春节的喜庆之外呢，更属于我们今天的主角。我觉得老师要不要给大家一个背景音乐，就当当当。对，就哇，大家看一下，哇，它真的好美，就是我们祖马龙大红瓶绯红虞美人的迷人绯红色。啊，对，怎么样？就是你刚看到这个绯红色，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三个词啊，你来形容一下。大气，嗯，高级，嗯，再加上很神秘，对不对？神秘哦，对，是有一点，是我觉得它是给了一种感觉，就是它低调又很奢华，神秘又让人很上瘾，就有种这样子的特质。而且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们这个女王节了，对不对？那女王节的主人当然就是在座所有跟观看直播间所有大家的这个身份啊，就包括跟我们的虞美人真的是不谋而合，有没有？是的，那确实是这样。马上呢，我们的女王节日就要到来了，对不对？然后提前祝我们直播间的姐妹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对，当然了，我们祖马龙也是非常贴心的，专门为来自我们东方的女王们献上了一场非常特别、气场十足的一场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带来一场探索身心的感官之旅。对，没错，我觉得很开心啊，可以跟大家一起，然后跟所有的女王们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就是随心所欲探索感官领域。我觉得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到底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款绯红虞美人，大家可以赶紧的期待一下。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在我们整场的直播当中呢，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问问题啊，就是好礼当然不会少，对不对？那今天呢，佳佳在这边大声告诉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将准备给大家的，这个时候还是要掌声，谢谢祖马龙啊，谢谢祖马龙。对，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好礼真的是说不只是好礼，而且是好礼。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一共会有三轮的抽奖，今天送出的礼品全部都是我们祖马龙100毫升馥郁系列的香氛，一百毫升，你们没有看错，是100毫升。而且每一轮我们每一个平台将会送出2套福利，所以就是分别送给两位朋友。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期待当中呢，我知道大家也一直在刷我们，我也看到了重磅嘉宾的名字，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先让我们进入一小段短短的视频之后呢，我们就让我们的重磅嘉宾邀请出来，好不好？大家一起期待一下，来，我们稍后见，稍后见。评论区已经疯狂刷屏，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热情了。那首先欢迎我们人美又甜的超级偶像 SNH48 孙珍妮，欢迎珍妮，欢迎。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孙珍妮，很高兴今晚可以在祖马龙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哇，天哪！来，可以看一下大家，大家都已经疯狂的在刷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哇，欢迎我们的宝贝妮妮，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我这边评论区全部是啊啊，一直在欢呼，对不对？是的，大家都说哇，好好看。是的，那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我们珍妮。然后呢，接下来旁边的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我们的柯亮老师。
大家好，我是祖马龙品牌的培训经理柯亮，那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又来到，而且今天有两位美女加上一位超级大美女在我旁边陪伴，非常开心。哇，对，我因为老师每次来的话，我就是做好就是做笔记的准备了。对，今天我们的直播肯定是干货满满。那么呢，我们今晚的感官探索家呢已经全部就位到齐了，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开启我们的女王模式。对，将和我们即将上线的祖马龙的大红瓶绯红与美人馥郁香氛一起随心所欲探索感官领域吧。嗯，期待，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掌声？哇，刷起来和弹幕。对，那其实呢，我知道很多粉丝，你知道我们之前放出预告之后，就很多粉丝在线上留言，有很多想问你的问题。就这个时候，其实想采访一下珍妮啊，就是如果说安排新年之后的一场随心所欲的，然后并且很具有女王份的休假，你觉得你会怎么安排？就是在年前嘛，因为我都是在剧组和学校这样来回跑，所以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有一场随心所欲的旅行的话，我肯定是希望可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自己，这样才能有更好的体力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嘛。然后就是觉得女王范儿的话，就是要想好怎么做，然后就要果敢的马上去做。对，这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像女王范随心所欲啊，包括就是说随心所欲的穿搭也好，包括香氛的穿搭也好，都是一种充分释放自己的一个方式和自我表达的方式。那么也不必在意去别人的想法，而充分的可以做好你自己是怎么样的。对，没错。那其实啊，大家也一直都在评论区当中，就是感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情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可能大家看平时关注更多的就是我们珍妮在台上，然后在剧里面都是那种一直闪闪发光，而且给留给大家那个形象就是啊，又很可爱又很甜美，所以想问一下私下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私下里的话，其实了解我的朋友都比较知道我是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性格，但是其实我内心也暗藏着一颗女王的小种子，所以我一直有一个目标，不远以后的将来能将女王的气质范儿贯彻到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其实啊，今天在现场，就是我还是想考一下珍妮，就是每次嘉宾来的时候都要给他们出个难题，考验一下他。就是说，如果说到穿搭哦，就是你会选择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去诠释女王的气场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小 tips 分享给我们直播间的女王们？就是如果给大家一些小建议的话，我会推荐两个颜色。一个的话就是干净利落的黑色，因为这样简约又比较大气的穿搭是不百搭的，不会出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绯红色，是的，非常美，今天都已经看到了。对，这种绯红色呢，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外向张扬一点的颜色，然后也是我对我自己性格的一种期望吧。对，是一个挑战，但是就是它是很有大胆的冒险精神。是的，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绯红色，首先啊，就是大家看到珍妮穿上会觉得它超显白，对，很显肤色，对，就格外的衬得整个人的感觉更加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觉得从视觉上它其实是给人一种非常强势霸道的一个感觉，有没有？就是好像你传递给人的，就是你当你穿这种绯红色衣服，就传递给大家就是你的性格是很张扬、很自由、很热爱生活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有一种很自信的状态。对，很有底气的样子。我觉得说到这个女王绯红色啊，我觉得这个提到这个词，我觉得有一个产品真的是当仁不让，请老师给到它一个特写好不好？这是我们今晚的主角，我们祖马龙的大红瓶绯红与美人的馥郁香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大红瓶的线上推出，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今天在现场的话，我跟凤仪也是第一次体验这款香氛，瞬间你知道吗，就被沉迷，就觉得真的非常喜欢，就感觉每个人生中还有几个是本命香。我觉得这一款我让给凤仪了，是她的本命香。而且我觉得今天也很衬珍妮，有没有？我也想让给珍妮，有没有？那我就收下了，收下了，好吧？因为这个颜色烘托得非常热烈，就很好看，对不对？对，就珍妮看到这个瓶子会觉得它就是以往的祖马龙的风格就是好像跟这个有一些不同，感觉不太一样，对，虽然就是说感觉以前的风格也就是
就是大家都很习惯了，然后像这种的话就会觉得哦，突然眼前一亮，就给人很有冲击感的感觉。嗯，对对，其实我们这款大红瓶的，我们绯红与美人馥郁香氛呢，不光是在视觉上大家看到它这个瓶身就是给人一种很张扬很妩媚的这样子的感觉、但其实在香水它本身的香味里面呢，其实带给大家是一种感官上一个双倍的一个冲击。我看老师已经在准备了。对的，我觉得因为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了，所以就是高能预警一下，因为红色它就是代表那种非常热烈的、很高能预警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大家来准备好你们的嗅觉，来尝试一下这我们的绯红与美人到底是来珍妮、就是蛮好奇的，这个味道真的很迷人，就很好奇说什么样的这个香氛和香调能带来这么迷人的味道。老师，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放射火爆而且非常大胆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而且它就是很有穿透力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瓶身的时候呢，就知道它是一个已经是注定了它的一个非凡的地位、那么本身跟我们其他的还有包括它的状态都不一样。那关于绯红与美人的这个馥郁香氛呢，其实灵感是来源于亚洲草原上的一种，就是我们东亚草原上野生的一种叫巨型的东方与美人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它和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我们之前有与美人与大麦，还有包括就是说其他类型的与美人的话、我们印象中是那种非常娇弱的红色的，然后很娇艳欲滴的，但是它呢是有一个非常奔放的野性的感觉，而且它本身真正的这个花呢其实大概有一米多高，是非常高非常巨型的感觉，好像食人花一样的那种样子。对，然后既保留东方的这种神秘感，而且呢非常大气而且非常壮观。我们在闻到它的味道的时候，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其实它的前调是有点奶奶的，很奶香味。 对吧，然后又奶又暖又甜。其实它的前调是无花果与黄葵子，那无花果本身就是有这种奶香型，然后有点泥土的那种清新的味道。那中调呢就到了与美人和这个绯红与美人与鸢尾花。那鸢尾花本身就是一种很昂贵的一个原料了，因为它是需要多年的一个制作工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鸢尾花的一个成一次用到，所以它的味道呢本身给你感觉是非常神秘的而且很诱惑的。那后调呢又有东家豆的一个加持，包括天芥菜啊还有雪松木，到了一个非常沉稳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它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呢给你感觉是一个很温暖又很有依靠的，但是中间又很跳跃。所以从无花果的利落的清甜到与美人花和一个鸢尾花的一个热烈和诱惑、优雅而芬芳的一个丝绒感，到一个最后能够慢慢结尾到一个又甜然后又疏离的这样的一个木质香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的小说叫《白夜行》，它就是那个女主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既甜美天使面孔但是又有点邪恶的一个感觉、所以就像我们那种东方女王的那种状态，是外表非常优雅但是接触下来又带点小小的攻击性，其实到最后沉淀下来之后呢，你就感觉说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回味的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让人很上瘾又着迷的一种感受。哇，就是真的每次柯阳老师就是在描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香水祖马龙的香水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可以把味道然后描述的身临，让你身临其境，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超厉害。他每次你知道我跟他直播的时候，我就想说谁给我来根笔来个纸，然后小本本记下来，把一些描述的词给他记下来。对，哇，好厉害好厉害。但这个味道确实非常的棒，对不对？是的是的，就是一种东方花香调吧，对，是那种琥珀类的东方花香调。然后我也是第一次闻，就是这种与美人花香的香水。对，然后我感觉我脑海里已经有画面了，很独特的味道，对吧？然后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这个味道，你会想说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去搭配它。但是我今天感觉是非常非常应景，就是珍妮穿了一身红色、绯红色的颜色去搭配这个香氛。是的，其实大家知道绯红与美人的英文叫 Scarlet Poppy， 就是 Scarlet， 其实它就是猩红色、绯红色的意思。它我们很多喜欢的一些像明星啊，就是包括以前我们看《乱世佳人》女主角，她的名字叫 Scarlet， 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又欲又甜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是的。哎，怎么样，珍妮？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脑海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出现？就是感觉好像能看到一个很华丽的花园，然后有种就是繁花迷人的那种感觉，因为它的花香其实很浓郁，是一种很浓郁的味道。非常醉人。然后我觉得珍妮是很懂得这款香氛、而且我相信她能够驾驭得了这款香氛，因为说实话这款香氛它其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驾驭得了的。我要重点的跟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讲一下，因为这款香氛的话呢，其实祖马龙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这款香氛它是一种东方
大女人的特色和我们绯红与美人这种大红瓶很巧妙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它的描述非常精准到位啊，就刚刚在红色的言语中本身它红色的色彩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前方高能预警了，然后你看到它你就知道红色的不能忽视，一定要特别重点的去注意一下，所以就是那种很有女王般的一个君临天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其实我们刚才好像一直都在提一个词叫做女王，然后一直好像在形容一种形象，就是那种大女人的那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大女人她不光是说外表是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得拥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心跟自信的底气给大家，不是说哎我外表也是那种锋芒毕露，然后谁看到我都害怕，但是其实我觉得内心也可以是那种温柔又很内敛的感觉。就比如说这个让我想到我们祖马龙家非常有名的香水，就是英国鲤鱼小苍兰。对，就是大家刚提到它是会觉得它是那种很清新然后又很淡雅，然后但是带着一点微醺的那种醉人的感觉，但是我就会觉得它其实它是有女王那种知性内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只说我觉得虞美人是那种女王的感觉，我是觉得好像这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其实是那种内敛的女王，给人力量的感觉。对，这款我也知道，因为我小时候，然后我妈妈就经常喷这款香水，是这款香水的忠实粉丝，所以我本身也很喜欢这个味道。然后今天我的直播间妈也可以冲一下，Q 到了，阿姨可以冲一下。那其实这个味道的话，我也蛮喜欢，但是其实我对于英国鲤鱼小苍兰的话，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它是经典香型，我是有不同的见解，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侵略的花果香型嘛，所以说就很像你就是在午后图书馆里面偶遇的，然后戴眼镜的，然后头发非常长，然后学习又非常棒的场合，这种感觉，学霸的那种学姐的感觉，清冷的感觉，文艺感非常十足。我今天觉得大家都是非常适合做香评师啊，然后每一个形容都非常精准，非常到位。那英国鲤鱼小苍兰对于绯红与美人来说的，它的那个攻击性确实没有这么强，因为它是那种非常小清新文艺范的这样的一款香氛，而且但是我想到就是说，如果你说到女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它不光是大杀四方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它还会有知书达理，然后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面，这样的话它还可以就是有各方面，它有各种不同的面。然后呢像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那种秋日清甜的那种，好像是在秋风中，然后叶子开始泛黄，然后梨子发出了那种淡淡的果香的一种味道，然后对，有那种像收获时候的对微醺的一种感觉，因为好像那种梨子果酒嘛，然后中调的玫瑰和小苍兰中呢又有清甜的味道，但是它是那种清香甜而不腻的一个感受，所以让这个味道的层次感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在尾调中呢，它不像一般的这种果香调的或者是花香调的一些香氛，它最后的结尾呢是以木质香调来结尾的，让你感觉是那种非常优雅又非常端庄的一个女生在那边。我觉得我们不如再试一下吧，好不好？好，超期待。对，要再感受一下，虽然它非常非常经典。对，因为在英国鲤鱼小苍兰的这一款香氛中呢，我觉得因为大家对于这款味道其实已经是很熟悉了，然后可能在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在选择祖马龙的时候，不知道在选择哪一款的时候，就会直接选择英国鲤鱼小苍兰，因为它就是那种完全不会踩雷的这样的一个香氛，很熟悉的味道，是不是？又熟悉了那种过去的画面，然后又出来了，对吗？那现在我们手里拿到的是一支英国鲤鱼小苍兰的试香卡，对吗？我们刚刚手里面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绯红与美人。虞美人。对，现在我们把这两个试香卡放在一起，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搭配出来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哇，好神奇，这个味道是不是完全又不一样了？对，因为刚刚我们的绯红与美人是那种非常的霸气的，但是加入了英国鲤鱼小苍兰的这种柔化呢，它感觉就是说它既有温和然后温文尔雅的那一面，然后又会绑一下，所以就是平时你可以当然你可以每一个单独去使用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叠加在一起的话，大家记得祖马龙的精髓其实就是叠加，让它把你自己的充分的个性能够把它彻底打造出来。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喜欢我们英国鲤鱼小苍兰的也好，或者说喜欢蝶喷的，那我觉得英国鲤鱼小苍兰都要冲一下，对不对？是的。那我们其实今天直播间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英国鲤鱼小苍兰的一个
套装，里面有一支100毫升和一支9毫升的一个组合。对，我觉得这个很方便，100毫升大家就可以放在家里面喷，啊、然后9毫升这好可爱，是不是好可爱？随身带着，我觉得女生都会无法说 no 吧？对 Q 香来说，就是很可爱，然后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啊，或者是放在我们的随身的包包里面、都是可以的。对，而且可以随时补喷。对，我觉得这个套组就非常的适合。那其实我刚才本来就已经想问老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因为我们祖马龙最最明星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叠喷，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叠喷了一种了，对不对？对，是的。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是那我们英国里小苍兰除了与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虞美人比较搭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香型是可以做叠喷的？其实跟大家普及一下，祖马龙所有的香水互相之间都是可以叠加的，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然后千人千面，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味道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去选择一个更觉得就是爱的真心能够把你的这个真实个性挥发出来的一个香氛，然后进行一个叠加，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味道。是的，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推荐蓝风铃，是老生常谈啊，因为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全不会让你踩雷的一个香氛，而且是一个作为叠喷使用，如果你是之前没有接触过香氛叠加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第一次去尝试用最方式就是最安全的方式去作为叠加的话呢，蓝风铃是一个非常清新的一个野花的一个前调，所以它不会让你有什么太突兀的一个感受，因为有的时候会大胆冒险嘛，但是蓝风铃呢它是一种安全，就是我们打一个安全牌，所以我们如果是第一次，你是第一次尝试叠喷的话，那么我就会建议蓝风铃，它是那种香气烟韵中呢，中调是那种又丝滑但是又不黏腻的那种柿子的香调，然后尾调呢又是那种柔软的白麝香，其实白麝香它是可以把蓝风铃的这个味道彻底的凸显出来，然后那种很柔软的我们叫做校花香嘛，就是那种你在我们如果想象校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呢，那蓝风铃就是给你感觉那种春风拂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英国里的那种醇厚和蓝风铃的这种清新作为一个碰撞，可以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官体验。我感觉珍妮已经爱上了，就是的，我一直在他一直在闻，像吸那个猫薄荷，是的，就是吸着吸着我就在吸口的吸口。对，因为刚刚珍妮说的，刚刚珍妮说妈妈会喜欢这个味道，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去叠喷的话呢，它会打造出你自己不一样的。它就是又熟悉，然后又陌生，然后会让你想再闻一闻的那种。对，然后会如果比如说是自己熟悉的味道，然后外出的时候想家了，然后这个味道可能会回忆起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勾起一些记忆。没错，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包括我们英国里与小苍兰以及我们蓝风铃香型都给大家准备了，然后如果你在微博观看的话，你屏幕的右上方已经有了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截图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进行扫描就可以啦。是的是的，哇，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祖马龙是个很神奇的品牌，就是随意的两支香水喷子叠喷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香气，那出门的话就不会就是大家面临的撞香这样的尴尬，对不对？那我觉得香水爱好者，喜欢玩香水的香水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那这两支其实，而且刚才老师讲到我们这两支香水分别是我们的绯红虞美人叠喷的香味，是让人蛮令人惊艳的，就是闻完之后会觉得哇，原来这是会有更多的层次和更多的体验。嗯，这个时候我其实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款香水来叠喷我们的虞美人？其实我觉得两种都可以尝试一下，像刚刚的英国里小苍兰，还有包括我们的蓝风铃，然后两种都可以去尝试。因为你的亲身体验的话呢，才会有一个真实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有点难选择，有点难选择。哎呀，我们把蓝风铃，那我们都喷一下，试一下好不好？好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蓝风铃的味道，因为刚刚我们尝试，哇，这个真的是我，做梦都会梦到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蓝风铃的一个味道。然后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因为很多人的。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也很熟悉。对，很多人的第一支香，祖马龙的第一支香都是从蓝风铃开始的。是的。对，来，珍妮。谢谢。送你回家。谢谢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哇，你可以把这蓝风铃是我人生的第一支香水。哦，真的。对。那我举手，我也是。啊，是吗？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好，那你们啊，弹幕前你们都看到了，屏幕前的你们啊。哎，你跟那个虞美人放在一起，我忘记哪个是虞美人。来，这个是对。来，我们再尝试一下蓝风铃和虞美人的一个搭配又怎么样？怎么样？更像是那种早晨的新鲜空气。哦、嗯。但是早晨的新鲜空气感觉好像是那种早餐已经准备好了，然后那种冒着奶香的味道。富贵的。对，然后对，很非常华丽，雍容华贵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就是，蓝风铃让我感觉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比较偏清新的味道，然后。
叠加虞美人的话，虞美人的味道就是更加浓郁，然后更花香味更重一点，所以两个叠加在一起让我会有一种就是又有一点优雅又有一点甜的感觉，就是很难以取舍。对，就很有跟前面的这个啊，这个怎么办？出这种难题，好烦呐、啊！这都很喜欢，那就随心所欲了。对，我们成年人不做，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们又优雅。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就是这个小苍兰的话，它会更有一点果香，更加有一点俏皮的感觉。是就是看每个人当天的心情，可以做不同的搭配嘛。对，尤其在夏日。英国里有小苍兰还有蓝风铃是更适合这个海边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对啊，就像女人一样，女人的心思你根本琢磨不透。你别猜我今天要想画一个我不猜今天就要涂这个，我要这两个叠加，明天我就要另外两个叠加，其实只要开心就好，好不好？是的。那好，那其实在我们前面跟大家啊，享受了这么多，然后带大家来体验了我们这个嗅觉包括我们视觉上的一个双重体验之后呢，是时候来开启我们的第一轮福利环节了。哇，就说开心我就开心一下好不好？开心一下。我们其实第一轮的这个互动福利机制也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嘛，只要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我们的口号，然后我们会在截屏中抽取粉丝获得礼品，好不好？好。那我觉得既然是我们第一波非常开心的福利，然后有请珍妮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第一轮的互动口令好吗？好的。我们本轮的互动口令是女王节大红瓶。哇，女王节大红瓶，非常简单了。对，好，那其实大家就是时候来可以给大家刷起来哦，刷起来同时呢也可以为自己挑选一下我们这个女王节的这个礼物。然后我们本轮呢，要大家如果幸运的得到我们的礼物，将会是我们的丝绒玫瑰与乌木馥郁香氛100毫升的正装。哇，一会儿我们也会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味道，真的大家可以刷起来。我看到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开始刷口，我已经赶不上哪一个对哪一个了，就太满了，就是全部都在已经在刷，大家都快加油！加油！加油！来，珍妮来，你可以随时喊3、2、1，我们截两位幸运的朋友。好，那么3、2、1，停！哎呦，措手不及。来，珍妮，你来看一下，要打对他的这个字才可以。前两位。啊，前两位啊。对。一位是。你会瘦的哟，你会瘦的哟。魔法少女郭德纲，来，恭喜两位，恭喜两位，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对，你会瘦的魔法少女，哦，我喜欢这个名字。魔法少女郭德纲。那我这边的话也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这边还有视频号的平台嘛，然后大家只要点击我们视频号这边的福袋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在我们倒计时结束之后的话，然后我们的来请先看我们凤仪这边吗？需要先看凤仪那边吗？你会瘦的哟，恭喜郭德纲。是说我吗？我也想说这个名字也是我想取的。对，那我们视频号这边的话会在1分33秒之后呢自动开奖，那中奖的小伙伴的话一定要记得当天去我们后台私信告诉我们你们中了什么，然后以及你们的地址是什么，好不好？一定要记得哦。是的。然后我们微博这边也是要在3天之内然后给我们回复你的地址以及联系方式，以及你是第一轮中奖的幸运的粉丝，然后我们1个月之内只能中奖一次，可以把好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哇，好，那我们也提前恭喜我们视频号这边即将要中奖的小伙伴们，恭喜！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稍作休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来一个魔法变装，带大家去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美丽又神秘的地方哪里啊？据说呢，对这个地方呢是专属于我们与绯红虞美人的世界，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期待一下，千万不要走开哦！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吗？是的，马上回来。等下见。
手动特效。对，看到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带大家来到了我们飞鸿虞美人的世界。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在虞美人的这个花园当中，魔法少女，魔法，对，我们那个刷。这么大，对，你是不是有那种感觉？我也感觉到，就是我刚开始听柯亮老师说那个它巨大，我在想它食人花，我说有点夸张。哦，当时对我当时也想这么说，但是没好意思，就感觉这个花站在面前会把人吃掉的那种感觉，对，就非常巨大，是的。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这个女王之旅的一个行程当中了，对不对？第一站，对不对？第一站开始啦！对，让我们一起走进迷人的飞鸿虞美人的花园。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好适合拍照啊，我觉得完全不适合直播。要不再见吧，朋友们，我们开一下，结束了。等一下，我们直播下播的时候。直播下播的时候，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用这个地方来打卡来。真的好漂亮，好漂亮！天哪，对，柯亮老师再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虞美人花，好不好？真的，我现在再提，我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再也不。对，因为它本身这个花呢，它跟我们以往的感受不一样，它就是那种非常，就是你会在它面前感觉是一种压迫感，它压在你面前的那种感觉，好像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然后甚至有时候让你觉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是那种非常火爆的，然后非常放射、非常优雅的这样的一个花，然后给你感觉是那种很有气场的女王，带有碾压的那种气势在里面，就像我们刚刚在前一趴所说的，然后它不是一个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去 hold 得住的驾驭的一个香氛，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可以驾驭的它，你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气场满满的女生的话，那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飞鸿虞美人。哎，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是觉得现在自己好像已经在变小了，就是觉得在童话故事里，哎，对对对，就是特别像就是掉进那个兔子洞里面的爱丽丝一样，对，欢迎大家来，感觉先进，对不对？现在觉得周围的东西好像都很大，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英国的品牌嘛，其实爱丽丝漫游仙境也是一个英国的童话故事，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它整个的一个英国文化的氛围是拉得非常满的，然后给你感觉就是那种带有神话、带有梦幻般的一个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对，真心在世界里，对，就是小时候就一直幻想自己会喝爱丽丝的那个变小药水，然后如果遇到这种花的话，我一定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那个就是最富贵的，因为我有一颗飞鸿虞美人花盘给我遮风挡雨，别人都没有。哦，非常有那个动画效果。哎，有，对，是不是？我觉得今天这样，你知道吗？他本人就是整个人非常的美，然后就是那种大卷的头发，对，甜美，就特别像童话里面。对，我相信珍妮的粉丝应该很多在我们今天的屏幕前，真的，我在她面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她就像是一个从童话故事里面走出来的女生。是的，哇，他们已经疯狂在刷，你知道吗？就刚才那句话，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记住，就是遇到珍妮。一会儿你们再刷一遍好吗？我就刚才说的非常好。珍妮万事，对，珍妮万事如意。然后还有什么甜而不腻，我就觉得天啊，就是我刚才还押韵，对，我刚才在看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跟大家说，我说天哪，这个粉丝真的都非常非常都是很勤刷刷的在刷这个，对，然后是吧？哦，他们已经说了，然后刚才有在说那个三亚的 vlog， 让你赶紧要安排一下，是吗？已经在催更了，对，可以。那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把大家从那个童话的世界里面给大家拉出来啊，然后现在我们就要那大家可以现在里面就是那其实想在要不然我们在童话世界里继续我们的这个女王的旅行的行程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也跟珍妮聊了，就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年前的时候工作也是非常忙，然后就觉得有一个假期的话可能也是更多的想就躺平随心所欲的去感受一下，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你生活当中一个态度，对不对？是的，就是如果真的说要旅行的话，其实我更倾向于让自己好好休息，好好放松，然后可能我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赏心悦目的地方，有海滩，有那种沙滩，然后就可以对，然后可以去做 SPA， 可以去就是游泳这样，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后再投入到工作当中，一定会更加活力满满的。没错，对，我也觉得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好好的休息就是为了更好好好的去工作，
就如果累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让自己去调整好，然后再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嗯，是的，因为这个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效率的去安排你自己的工作，因为只有你彻底放松之后，你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之后呢去规划你一个生活，可以整个人做到劳逸结合。因为我们现在在海南这个地方，就三亚这个地方，它本身每天给你的感受就是说，哦，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工作，然后去享受这片美景。是的。哎，那珍妮，你在你的旅行当中有什么独门的一些小技巧，让自己快速的放松下来，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嗯，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比较习惯的就是早上起床的话喜欢洗一个热水澡，因为这样的话不但可以消肿啊，你这一天都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小本本记下来，也可以就是让自己快速的清醒，这样就是，而且就是洗完澡以后一整天都会有一个干净舒服的心情，就是感觉可以开启新的一天。哇，就是这个习惯大家 get 没有？我觉得大家可以学起来。就是因为我在洗澡的时候，其实还想给大家说一个小 tips 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一款非常好的，就会让你整个过程的话它是一个清晨的焕火的过程。对，我们祖马龙的话大家知道，嗯，我觉得说到祖马龙的话每一个产品都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但是祖马龙的居家系列的话都会有非常多厉害的产品可以选择。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专家就要出场了。是的，请老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其实我们如果在早上给自己营造一个氛围的话，我特别会推荐蓝风铃的这款沐浴乳，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蓝风铃这款沐浴露，因为它的味道跟我们蓝风铃的香氛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清新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味道，而且它不是那种非常浓郁的，尤其在早上的时候你想唤醒自己，那么它就是一个很适合在早间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沐浴的一个产品，而且尤其是随着那个水汽的蒸腾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它会把你环抱起来，然后你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幸福感提升的时刻，而且关键就是说沐浴的时刻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时刻，就没有人去跟你分享，只有自己去犒赏我们自己，然后这样的话几泵就可以洗干净自己的皮肤，然后呢开启我们元气满满的这样的一天。哇，我现在已经沉迷在那个画面感当中了，明天早晨好像起来之后就要元气满满的，然后用上我们的这个蓝凤铃，然后再元气满满去迎接新的一天，不要忘了喷香水啊。厉害厉害。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喷上同款，也其实可以，之后我们大家说香氛叠加嘛，用不同的味道，其实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某一款味道的话，你可以让这个味道持续延续，然后我们用到了蓝风铃的沐浴的产品之后呢，是适合，尤其是适合我们在夏天用啊，或者是在三亚的这种非常舒适的夏季的一样的季节里面去用，既甜又不腻，然后的那种小清新的感觉，然后每次闻到蓝风铃的时候你会自己不由自主的脸上会挂着微笑，是，然后在那种保持文艺气息的同时呢，就感觉好像是那种很有清新海风拂面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啊，我个人推荐它不仅仅是女生可以用，因为蓝风铃它是那种很清新自然的感受，男生哦，悄悄写下你的那个小本本也是可以用的，然后它是那种非常渗透到你的这个周边的一个气氛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会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干净很阳光这样子的一个男孩子。对，而且呢就是除了蓝风铃之外的话呢，你可以在之后用上一个我们的特别要介绍一下英国驴小苍兰的身体乳，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刚刚我们尝试过英国驴小苍兰的香氛，对吗？那这个身体乳的话呢，跟它的感觉有没有想要去试一下它？来，大家两只手已经出来了，我们全部都是这样子。对，好，我们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英国驴小苍兰的这个身体乳是怎么样的。其实呢，你们去尝试一下这个味道。我真觉得跟香水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感觉。对的，其实你可以大胆说出来。真的吗？因为我怕是不是怕我说的，因为他给了我的很直观感，有没有觉得是好像跟刚才闻到的香水刚入的那种感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是正确的，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身体乳的这个味道呢，它是我们香氛的中调，因为我们在尝试香氛的时候，它会分前调、中调和后调，然后前调它会有一种非常快速的让你进入到这个画面感的一个味道去给你提升，那么中调的话才是一个香氛的核心味道，但是我们所有的身体类的产品呢全部都是这个香水的中调，所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的不废话，直接就给你，对，单刀植入一下。 对，是的，单刀植入，所以它就是那种非常有那种清甜的梨香发酵的一个味道，然后呢微醺又刚刚
其实在晚上啊，或者是包括早上，你在，因为它你会发现它吸收的非常快。对对，是不是？我真的好喜欢这个，我觉得当护手霜真的是太棒了，就是终于全身啊护手都可以，对，就终于找到了一款，就是用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清爽的润肤乳，我觉得真的好棒这款。对，而且它里面有沙漠植物的成分，所以它锁水性非常强。嗯、它的不光优点是说它能够快速吸收，而且它能够瞬间让你的皮肤的水分喝饱。然后就是能够让你的皮肤的光泽度瞬间提升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味道一直可以伴随你，而且能够让你的香氛的味道更加持久。哦，我其实用完之后真的我觉得我两个手的光泽度立马就提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对，年轻了，年轻了，打工人的双手年轻了。你们都已经很年轻了，好吗？对，买起来，大家可以去冲一下，真的用起来。我觉得真的老师每次讲完，他真的很神奇。我们俩只要每次参加跟他一起直播结束之后，有两个人就疯狂的开始买买买，购物车加满，对，购物车加满，对，谁都逃不掉，谁都逃不掉。但是以过往的经历，你们每次被我种草之后，会不会都很喜欢我种草的产品？太喜欢了！我种草完之后，我还会跟身边所有的人去安利，就告诉大家是真的很好用。快给我点一颗小星星，来点星星。那我们这个聊回来啊，就是刚才一直大家在说旅行啊、嗯、说想放松，就是想躺平。其实想问一下珍妮啊，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旅行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刺激啊，然后比较就是大胆的想法，就类似于女王的想法去实现呢？有没有啊、哦、肯定会啊，就是你都出去旅行了是吧、嗯、你平时在工作当中就是不敢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压抑自己的事情，你都去旅行了，你有什么不敢做的、哦、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哎呀，快来说一个，设计个什么冲浪 啊跳伞啊那个潜水啊，因为我之前学过一点潜水嘛、嗯、所以就一直还继续想去、嗯、虽然可能也听起来不是很刺激的事情、哦、但是肯定要做很刺激的跟平时不一样的事情。对，哇，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他这个行程真的好。说到跳伞，我们今天还跟我的同事来一起讲跳伞的事情，因为真的是我一定要去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是说，你除了像我们香氛所代表的这个大胆，它就是说除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性之外，你还有一个挑战的一个大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本能。对，我觉得我也很想去。我们真的，我们可以一起去，一起去跳伞，真的大胆一下。然后空中喷一下香氛，对，好有氛围感的跳伞，沉浸式跳伞，沉浸式跳伞，对。因为不要学我们。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就是好有个宝宝一直在留言，然后说想问一下，很关心珍妮嘛，想问一下珍妮说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期望还有计划。其实可能本来就是对这一年的期望和计划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呢就是今天就是在直播间闻到了这个香水的话，我觉得其实我更想在新的一年确立一下自己的性格，这样就是让我自己的性格更加鲜明一点。因为女生嘛，就是说到底肯定还会性格中之类的，希望能在新的一年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自信起来。没问题，非常棒，非常棒，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味道也是会给气质和包括你的自信加持的，对，加 buff， 一定会的。是的，是的，哇。我觉得这个新的一年的话，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好像对自己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我觉得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今年都会收获满满，然后我觉得珍妮肯定会收获到自己所有期望。谢谢，加油，加油！哎，怎么会不自信呢？明明已经美成这样子了。对呀、啊，所以这哎，如果你的日常呢，相对于我们香水，其实也算是我们穿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它是气质的穿搭。对，所以你。在珍妮，你在出门的时候，你一般对于香水这个选择方面，你是会怎么样？你是会就是很固定吗？就说，哎，我就是钟爱这一个味道。啊，其实之前有我的朋友跟我说过，就是如果你想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你就只喷一种香水。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呢？就是我每天心情不一样，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要当一个坏女人；我今天心情很好，我就要喷一个甜甜的香水。大家都来跟我讲。就是一定要就是给自己一个对给自己一个就是牢笼把自己框起来，对，多面的那种变化，对吧？其实像平时呢，大家都会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每次像适当的旅行呢，都会适当的就是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其实每次我到海南这边三亚这边来出差，我真的是很想出去看看蓝天大海，但是有时候工作捆绑得很紧嘛，就没有机会出去看。但是
身在这一个环境中呢，可能你不用真的去看，但是你每天感受到这个温度啊、阳光啊，就能感觉到非常舒服。那有的时候你会用一点点的味道提升你的一个生活的情趣。然后每次我比如说在旅行的时候呢，我都会在我行李箱里面放一个英国李小苍兰的一个随身香氛，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小小的一个，也不占地方，然后能够让我在整个的旅行状态中呢一直能够被到这个香气所包围。我觉得老师给到一个特写好不好？因为我今天在现场见到之后就觉得它特别神奇。我们都是第一次见，我也是第一次见。真的吗？我一直以为它是个就是挂在车上的，挂在车上就是车载的那种香。好了，这个完了，秘密被你们发现了。这个就是说是我一个个人私藏，它是一个集香味便携于一体的。然后这个产品我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黑科技了。然后每次打开之后的话呢，每一个新的打开之后，它基本散香的时间是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它会持续散香的，而且它非常的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厚度只有这么厚。然后你平时呢，甚至可以把它放到衣袋里面啊，或者放到行李箱里面啊，是一个小心机。对，是个小心机。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一些，比如说女孩子经常会背一些小包包啊，然后包包很小，你不能放太多的东西，所以它就像一个小卡片放在里面。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里面的手机、钥匙，然后包括你自己那些随身物品，外表上的壳上面都沾了一层淡淡的清香，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你使用的时候都会赏心悦目的。对，然后你感觉非常的舒适。然后它的一个散香时间也比较久，而且它就是不占地方，我觉得它就非常方便。对。就是它，大家都不知道你的香味从哪里，但你的香味就是。而且有个小心机，就是你也不用在外面补香水，然后别人问你就说啊，就是我体香。是，它就是随身携带，所以它叫随身香氛。那我觉得我特别会跟大家去推荐一个我的一个心机小秘密了，就是我的这个随身香氛，它有不同的味道可以选择。被种草了，是的，我又被种草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被种草。天哪，大家还想不想被继续种草？大家都已经在哈哈哈哈哈了，就是这个体香。所以真的，大家想要收获我们英国李小苍兰的同款体香，大家就可以来get 一下冲这一款随身香薰。对，而且它很可爱，就是拿在手里面圆圆的。对，然后而且也又很便携，千万不要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对，只有我们知道。是的，拉钩。哎，所以我其实还蛮想再继续再闻一闻其他的这个香味的，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的一些香味啊，其实还有哪些香味就是比较适合女王在不同的场合来喷，有没有？其实说到女王的一些想法很难插上话，但是如果说给女王挑选不同的香氛的话，那我觉得我其实脑子里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对，那刚刚我们其实讲过，我们今天的一个我们置身在北京美人的这个花园里面了，对吗？它就是够随时随地让你的这个女王气场拉满，然后就是给你加足到满分。然后英国李小苍兰也很适合在外出约会的时候啊，包括就是约会的时候呢，就给你打造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场景。那配搭蓝风铃啊，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些香氛啊、个性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东方的香调，就是乌木与佛手柑。我这个不知道大家对它熟悉不熟悉，因为它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款香氛，就叫做乌木与佛手柑。它不同于一般的乌木的香调，因为它将清新的一个沉静感和它木质的这种沉稳的共存在一起。所以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感受。来，老师，我们来感受一下。好，我们一边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一边体验我们刚刚所说的，除了我们刚刚回味的绯红与美人之外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乌木与佛手柑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它带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来，我们尝试一下。老师，我其实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试香的时候为什么？对，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有在说祖马龙的一个香氛精髓，它是一个香氛的叠加，对吗？那我们在试它第一个的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一般是用这种方式去尝试的味道。但是等一下，如果你希望它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的话呢，我们可能会用到第二张卡，喷上你喜欢的香氛，作为一个这样的叠加，一个 Y 字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尝试到两边，就是说它两个味道混合在一起，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真开心。然后另外呢，我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个小秘，也不能说小秘密嘛，小诀窍。因为就是我上次其实也跟大家有讲过，如果你有机会去香氛专柜挑选香水的话，其实这个就不见得是哪个牌子香水，就是你去香氛专柜挑选香水的话，试过的试香纸一定不要丢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试完之后就把它扔掉了，但是你试过的试香纸，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随身香氛，也是一样放到你的包包里面、口袋里面，或者夹在你的书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随身香氛，而且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个好棒，学到了。来，珍妮。那
我想，我还想让珍妮描述一下她的感觉呢。我在措辞呢，我错了。我就知道你要骗我。因为这个层次非常的非常的多，对，层次感非常的多。对这个的话，就感觉已经从花园跳脱出去了，感觉是一个丛林深处的女王。森林女王吗？森林女王吗？对，然后是感觉是那种很帅气的木香。哎，我觉得它比较中性的味道。对，我觉得珍妮说帅气这个真的是很贴合这个味道，因为它给我第一感觉就是闻到这个味道就是很帅气，所以我觉得我对它的喜欢也是因为它这种帅气，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这个上面加一点分啊。所以我们的乌木与佛手柑的选择的沉香，就是它非常深邃的这种质地，而且你闻到它的话，你会觉得是那种很暗沉的一个颜色。但是呢，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味道感觉那种很暗沉，因为感觉那样的话就非常的疲乏，因为有的时候暗沉的色彩给你感觉就是那种很想躺平，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活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又加入了我们佛手柑那种清新，彻底的提升了乌木的一个暗沉神秘的一个感受。所以它既有那种清新俏皮，又会有乌木的这种很沉稳的一个感觉，感觉是那种比如说你在职场上，然后那种不腐朽的，但是呢又是那种很有活力的，可是又让人觉得说你的这个精力足够能够支撑到你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经验。对，就是气场十足的女人。气场十足的女人，对啊，对，因为我也很喜欢，所以气场十足的男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啊、哦。对对，这个其实是蛮中性的，是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很有魅力的香味。而且老这个味道闻起来会让人觉得有点心安呀，对不对？会的，还蛮安心的。而且我觉得整个，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很浮躁的话，我觉得闻一下这个味道会让我整个都平静下。对，它就会让你有这个魔力，就是说你闻到这个感觉呢，就是让你瞬间可以沉静下来，然后就觉得不会心浮气躁的一个感觉，然后又让人感觉非常可以依赖。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大女人，或者说你是女王香的话，女王有时候也会有周围很多不同的朋友选择给男生朋友送礼物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选择。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和你的绯红玉美人去搭配啊，或者和不同的味道去搭配都是可以的。对，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款也是木质的香调的香水，对不对？其实祖马龙有很多不同的木质香调啊，然后我就是丝绒玫瑰乌木，这个真的是第一次送给大家的，这个名字大家的，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就是那种非常神秘而优雅的一个香氛，对吗？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呢，我觉得丝绒玫瑰乌木啊，这个名字听起来我就觉得我很想试一下，就是让我很想试。对，那我们今天来试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味道了解的有多少。然后我是被一次试过之后是彻底种草的，来我们去尝试一下丝绒玫瑰的味道。这个味道好迷人哦，是不是在喷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到纸上的时候，你们已经感受到那个甜甜的杏仁糖的味道，是不是？但是它这个甜的不是那种就是那种甜，这个和传统的玫瑰香味不太一样，是的，是因为它有乌木在里面，它有乌木在里面，而且它里面是大马士革玫瑰，它是那种非常珍贵的一个玫瑰的精髓，而且呢它是那种感觉好像那种烟雾笼罩的这样的一个玫瑰的味道，既神秘又优雅。你知道这个灵感的来源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巴黎红磨坊，就是你们知道巴黎红磨坊那种演出，就是红色的丝绒大幕拉开的时候，然后立的，哎，我怎么觉得在形容珍妮啊？啊，有画面，有画面，对不对？就是大幕拉开，就是闪闪发亮，闪闪，然后就是艳压全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天哪，就是你、啊，它是一个很，其实我觉得它和我们的绯红玉美人其实是一个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女王香。是的，哎，如果这两个叠喷会怎么样？哇，那就是女王，对，它会怎么样？两个女王打架，对，可怕，好想看哦！快快快！来，我们尝试一下，其实。如果你们把它去两款不同的味道去，它的味道相对来说就是更加浓郁了，高能预警一下，那这个就不是小清新可以去驾驭了。来尝试一下，有点期待啊。好、这个，准备好，准备好你们手中的丝绒玫瑰，然后呢，来，女王来了。这两个喷上应该是女皇。女皇，真的，我先过来，先过来，第一时间的冲击。来，我们尝试一下。又要 Q 你了，你先想好措辞，你先想好措辞。哇，这个味道，哇！然后我愣住了，等一下。很上头，对不对？嗯。然后现在看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个红色，非常热烈啊！哇，这个真的好棒，这个味道。是不是第一时间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味道在冲击你，对，然后它是那种扑面而来，而且是那种感觉是让你
但不是那种喘不上气来的，对，就是好像走进了一个更加大的花园，然后就是有一种沉浸式当香妃的感觉。我旁边有蝴蝶吗？哇，就是飞一下。对，它其实给你感觉好像是那种想去膜拜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是不是？它真的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很高高在上的，然后向下俯视你看你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感受。是的，是的，所以是在女王中又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提升。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气场是哇，这个太棒了，这个味道，这个真的很好闻。对，我觉得如果要真的是日常是就是商务谈判中，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可以喷这两个叠加。对，就是必杀，上去之后喷完香水不用说什么，然后对方就直接乖乖签字，说同意。对，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说到，你可以单独去使用，或者去叠加使用，所以这两款的叠加之后呢，就让你在就是战无不胜的这样的感觉，对吧？在气场上就给你了一个加持。哎，所以我们这个馥郁系列都可以叠加，是不是？是的，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就是说祖马龙的香氛，任何两款之间都是可以进行香氛叠加，它不分彼此，任何两款之间都是可以香氛叠加的。但是馥郁系列的香水，它是我知道的，好像之前老师有讲过，说它是比较珍贵的、奢华的。那这样两款也可以叠加吗？任意两款？女生永远不会认为自己不值这个价格。哦，所以就是说，这个它永远是一个，是的，你永远是值得的。所以就是说，你即便是珍贵，那你也是很珍贵的。所以你可以用你的这个珍贵呢，来去配你自己就可以了。对，那其实像我们的这个馥郁系列，因为它每一个馥郁系列的产品的话，它都是精选的这种全球从原产地产生的一些原产的一些物料，还有它的一些成分，所以以至于它为什么呢？相对来说比我们的常规系列的更为珍惜一些，因为它所用到的物料呢，它本身就比较稀有。那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绯红与美人其实也是属于我们馥郁系列中的一部分，那它也是本身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然后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黑色的瓶身。对，没错，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学到了非常多可以自己 DIY 自己的这个香味，对不对？今天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来对地方了。是的，这话真的很惊，就每次只要是见到老师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又学到了，又变得更加的知识丰富了。对，因为香氛本身它就是一个个性的表达嘛，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不同的 DIY。因为我觉得祖马龙的香水它有一个最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去自己进行搭配，自己进行调试。其实你们知道祖马龙有二十种不同的常规系列和八种黑色的馥郁系列，然后包括我们一些每年的限量款，两种以上的搭配其实可以创造出300到400以上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香氛的一个专属。所以我们不光是蓝风铃、英国梨，或者今天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包括像绯红与美人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丝绒玫瑰也好，其实他们每一个之间的一个搭配呢，你可以把这个搭配起一个专属你自己的名字。比如说你们今天看到了珍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有绯红与美人和我们刚刚的这个非常碾压的这个丝绒玫瑰雨雾木，你们可以把它搭配成一个珍妮香。哇，对吗？所以是，对，所以就是说搭配成自己一个专属的女王香调，出门不撞香，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追求。好了，那我们其实刚才聊了这么多，给大家说了很多感官上的一些享受，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来开启我们这个第二轮的一个福利。那第二轮的这个福利呢，是希望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是你心目当中这个女王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精神，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特质。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起来。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还是让珍妮给我们321截图，让珍妮读出来你们对于女王的这些特性的一些精神的一些想法。是的，这个是很珍贵，所以这个是自行发挥的。对，自行发挥，不要写太长的小作文。就是评论区会被吞掉。对，那我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这一轮福利好不好？就是刚才老师给大家来重点推荐的我们乌木与佛手柑馥郁香氛100毫升的正装，是一百毫升的正装送给你们。是的，男生也可以加油想一想，因为这个味道也很适合男生。嗯，好，哇，然后我觉得宝贝们不是让你们打666。我觉得凤仪再跟大家来重申一下我们的这个抽奖规则，好吧？我这边就是那就随意打，因为大家都是我看到有脚自信。对，然后如果女王有一定有七七，我觉得一定是木质调，大麦，独立温柔，是的，完美。来，让珍妮给我们喊一下321，独立自信爱自己，娜娜子，3、2、1，停，看一下是谁？看一下两位。他们都说了什么？哎呀，这个要不，哦，对，他已经行，那么就是，
第二位这个是吧？嗯，是，那就是自信的，嗯，自信美丽，嗯 ，cool。哦，他这个点赞不是吧？对，点赞不是，点赞不是。下面第二个是赤道上，赤道边上外星人，然后自信、独立、睿智。哇哦！嗯、好，来给大家恭喜一下两位，恭喜。那我这边的这个视频号的话，大家一定要积极的点击我们的福袋，好不好？我们会在1分34秒之后自动开奖的。嗯嗯，好的，恭喜恭喜大家，恭喜大家，恭喜恭喜。微博这边也是要3天之内把我们的地址联系方式赶紧私信。其实我觉得刚刚大家有很多的那些对于女王的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感悟，但是苦于打字的速度，还有包括只能打出666，只能打出666。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有对自己的一个味道，包括对于女王的一个概念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诠释啊。所以就是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女王的一个形象是怎么样的啊？对，所以那个珍妮，你在就是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更加享受独处吗？其实有的时候是会的，比如说像拍戏啊什么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肯定会希望自己有一些独处的时间，让自己更加冷静下来，沉浸到这个环境当中去。嗯，就是现在都是沉浸式的一个沉浸式独处。对，那说到沉浸这个词啊，我觉得沉浸式独处的话，然后沉浸式放松，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途径就是沉浸式旅行，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珍妮，如果说就是在沉浸式的旅行当中的话，你会做点什么？嗯，可能会先，关掉手机。嗯，是的，现在不要关啊，现在不要关。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所以就是说，在新的投入进去。嗯嗯，对，其实我觉得确实社交媒体可能会分散我们的很多的注意力，然后让我们忘掉我们旅行的一些初心，对，对不对？还是用眼睛去发现美好。嗯，对，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拍照打卡这件事情给架住了，大家真的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在旅行当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美丽给大家。对，因为所说到我们的一个沉浸式的旅行，它其实不仅仅是说你在旅行，因为沉浸式包括你的感官，包括你的听力啊，包括你的就是嗅觉，它都是一个在整个的一个氛围中，所以你看到了美景，然后听到了海浪声，然后你的嗅觉呢，除了当地的这种不一样的一些水果呀、花草啊，然后还有包括伴随你的一个美丽的香氛。尤其我们来到了三亚的这边呢，然后一望无际的大海啊，漂亮的沙滩啊，然后包括三亚的一个海浪声啊，鸟的叫声，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远离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到底在这个时候，你平时的一个工作的劳累，其实就是为了换取这个片刻的一个宁静，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里面，非常舒适。是的，我觉得说到沉浸式旅行，然后有一个重点的，我们的好物千万不要忘记，大家猜一下是什么？要带上我们的香氛。那当然不敢回答，就是赶上问好是吗？是的，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搭卡龙大红瓶绯红与美人的馥郁香氛，因为这款香水能帮你营造氛围感，让你更加的沉浸式的旅行，为你的旅行来加分。对，而且我这次来到海边直播，其实我每次都是来海边直播啊，然后看到美丽的海边，觉得还有一种香型非常适合在海边旅行的时候来喷，因为我觉得每次我看到大海的时候，我首先就要想到它啊。这次呢，就是我每次都会重复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鼠尾草与海盐这款香氛。它一种你在海边散步，然后就是那种海边浪花拍打在那个礁石边上，或者是说在那个沙滩上面那种白色泡沫沉沉浮浮的样子，然后既温暖又干净。它不仅仅简单的是那种少女香啊，它其实是被我们很多的祖马龙的爱用者称作男友香，因为它就是那种给你感觉是那种阳光少年穿着白色衬衣站在海边的那种非常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混合着海盐的一个气息啊，这听起来就很治愈。对，是不是？我感觉我已经看到画面了，好像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又强大的姐姐，然后就穿着白对，所以其实听下来之后我们觉得这个香水它其实是一个蛮中性的一个味道，甚至科学老师会觉得它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校草啊这样子一个形象，但是可能珍妮又会想象出来是一个大姐姐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款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男女通杀，而且非知性的一个味道。对，所以我觉得它也很适合作为礼物来送人啊。其实我们那个鼠尾草与海盐的套装也是有一个套装给大家准备，里面不仅是有我们30毫升的香水，这款套对，而且里面还有搭配我们同款香型的沐浴露跟润肤乳液，这样一整套我觉得真的亲朋好友给他当做礼物送过去，我觉得这各个场合都能够。我可以送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它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因为它就是一个刚好适合你旅行的这个周期的一个，就不用再想搭配别的，对，不用了，是非常舒适的。哇，
我觉得里面之后里有一个产品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香氛蜡烛。珍妮给我讲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在面前其实一直在点燃这个蜡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蜡烛其实真的是为你的一个生活仪式感加满分的这样的一个单品。是的。因为鼠尾草与海盐的蜡烛，它跟一般的蜡烛不一样，因为一般的蜡烛它的香味比较浓郁，像鼠尾草与海盐，它这种隐隐约约、似有似无的，然后一直在侵袭的你的鼻腔里面，让你感受到好像海浪在你身边一直在徘徊的这种样子，然后能够把你海边的一个气味来留住里啊、或者是犒赏自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单品。是的，我经常把那个香薰蜡烛当做生日礼物啊什么送给我的朋友，所以很多人都被我啊渐渐的拉入坑了。对，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尤其是蜡烛，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送礼的单品，因为它是象征着红红火火，对吧？然后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的生活感觉是那种日子越过越升腾的一个感觉，对。越过越旺，所以它是非常适合的，寓意也非常好。对，其实刚才还有一个前面已经给大家试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润肤乳，对对，这个也很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是的，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试过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我们提到的这些单品，然后可以都是，其实也可以买相同的一个味道，可以让这个味道更搭配。对，就像我们刚刚持续延续我们的这个沐浴产品、香氛，然后身体乳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是说，香氛呢可能会被影，就会去影响到你周边的人，但是沐浴的产品或者是说身体乳呢，都是自己犒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心疼你自己？那你要找一个非常好的身体乳，晚上睡觉的时候被窝里都是香香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很幸福，对，非常非常幸福啊！而且我觉得祖马龙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比如说你用完之后，然后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放松的时间，在家里面给自己做一个非常专业的 SPA， 对不对？是，然后沉浸式的爱护自己。对的，因为味道它不仅仅是说这个身体乳，它不仅仅滋润啊，因为味道它本身还有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味道它能够让你在睡觉的时候呢，让整个这个英国绿小苍兰的气味就萦绕在你身边。然后刚刚珍妮也说了，就是被子里面都香香的，它帮你放松于身心，改善你的一个睡眠质量。然后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呢，这个伴随着清新的味道起床，你整个一天的元气都是满满的。哦，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留言说，连说话都是祖马龙的味道。哇，好会说话啊！是喝了一瓶吗？干了一瓶，干了一瓶香水。真的，你想想，你玩累了，然后到酒店泡个澡，然后这个时候再抹上我们的这个英国绿小苍兰的润肤乳液，然后可能在旁边再点一个香氛蜡烛。天哪，这个蜡烛，我真的个人认为说，蜡烛和浴缸真的是天生一对。仪式感，就是说你有浴缸的时候是一定要有蜡烛，当然没有浴缸也要有蜡烛。就是感觉会沉浸在里面，对不对？但是呢，我其实还有一个推荐，就是我们的这款英国绿小苍兰的满室幽香，我们的扩香系列。那其实它也是更增加通过一个香气的一个点燃，慢慢扩散到你房间里面的。但是它是隐隐约约的，能够让你在房间里面感受到房间里面的味道是这样自然散发出来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啊，或者是养宠物的话，我个人会更推荐于家居扩香，因为它从摆放上面来讲会更为安全一些。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家居的装饰的好物，能够让你无孔不入的把这个味道充分的感受到你的这个周边的一个生活环境中。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那另外我还要就是在这里呢，可能之前有我们的朋友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啊，那这里面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说为什么我在浴室中放这个香薰，可能它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或者就是说感觉它怎么去年放的到现在它还有这么多，是不是它没有挥发？那这是一个小知识，就是说如果你在潮湿的环境中放扩香的话呢，它可能挥发的速度相对来说就非常缓慢，因为你空气中是非常潮湿的，所以它就不会是像那种干燥环境下呢它挥发出来的这么快。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建议比如说放到卧室啊、客厅啊这种比较相对来说干燥的地方。好，那其实我们今天晚上真的也是学习了非常多。那我们今晚这个随心所欲探索感官领域的女王之旅，其实差不多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先给大家开启我们最后一轮的福利吧，好不好？又接近尾声，又接近尾声了。对，这个题一定要难一些，毕竟我们最后一轮福利了，好不好？那我们请老师来出题好吗？因为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讲解了一晚上，难倒他们。那我们刚刚今天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随心所欲，也就是虞美人的虞啊，随心所欲。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其实好像刚刚有念到过，刚刚有念到过，看看你们弹幕中能不能打出来。对，然后大家把弹幕
打出来啊，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因为我们屏幕上方已经非常明显的就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主题啊。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轮幸运的这个女王呢，也将会得到我们100毫升的飞鸿鱼美人馥郁香氛啦！100毫升飞鸿鱼美人，今天这个100毫升，看看谁是幸运的人，把它最后带回家。妈妈加油，你抽中我又不用去买了，快点！来来来，最后一轮，两位来看看有没有。哇，已经很多刷满了。3、2、1，截屏。好，第一位是谁是幸运者？谁是？我都很激动。星小星星星啊！星小星星星，对。然后第二位是美少女壮士，哦，美少女壮士，怎么大家的名字奇奇怪怪，都奇奇怪怪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恭喜恭喜恭喜，是你吗？是你吗？赶快刷一些小星星给我们，对，然后呢，大家可以真的女王范儿，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自己来入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红瓶，对不对？是的，是的。那我这边这个视频号平台的话，会在2分08秒之后自动开奖。那我们也提前恭喜一下我们视频号的这两位朋友，好不好？好，然后提前看看，等一下惊喜是不是你哦？是的，是的，恭喜恭喜。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要接近我们最后的尾声了，对不对？那真的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直播间你所有的粉丝？因为大家今天真的，我感觉大家都已经快喊累了，然后一直在疯狂的打 call， 所以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那我们就向飞鸿与美人的女王气场看齐吧，然后也希望想拥有女王气场的女生们把大红瓶带回家吧。哇！非常希望各位女王喜欢我们的祖马龙大红瓶的这个飞鸿与美人呢，也非常喜欢我们整个的一个馥郁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香氛的产品，能到你自己的那款女王香氛。是的，没错。对，然后其实今天也谢谢亮哥，谢谢我们珍妮，是的。然后呢，也谢谢所有在观看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了度过我们今天晚上一个探索感官的女王旅行之夜。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可以收获满满，好不好？美好的时光又要结束了吗？对。然后我们可以先稍等一下，我们这边视频号的这个开奖之后。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可能要跟大家 say bye bye 了。我觉得这一会儿大家如果有什么话想要跟珍妮告白的话，对，赶快把弹幕刷起来，开始疯狂告白。然后我们再等我们的视频号开奖之后呢，你们可能就啊。又少了一个可以留言的机会了，是的，所以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祖马龙的支持啊！也记得来三亚国际美盛城买买买，好不好？哇！哎，他们真的很夸张，我刚才看着一会儿，他们已经所有的称呼都来了一遍，所有的称呼，你看所有的所有的那个，我有点看不过来了。哇！是的，来来疯狂刷屏抽奖，多谢谢大家，各位女王要记得好好休息哦。各位王子也是哦，棒棒各位王子也是，大家好好休息。刚才听珍妮说应该已经进组了，对不对？啊，对。哦，那也大家一定要记得支持我们珍妮的新剧哦，好不好？期待一下。对，据说这个人物其实也还蛮丰满。是的，就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感受颇多的是，我在剧里其实就一直是一个红衣服的造型，然后我出来也是红衣服。哦哦、对，所以古代现代都飞鸿女人属于你。对，哇，红红火火。哇，我这边已经已经开奖了，开奖了，开奖了，恭喜恭喜这两位宝贝，是我们所有中奖的朋友们。然后呢，恭喜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拜拜，拜拜，拜拜，下期见，谢谢大家，拜拜，下期见。拜拜。